有钱人说话就是硬气，价格都不问，直接问卖不卖。王丽就喜欢这种被人拿钱砸的感觉，随手把截图发了过去。嘶，看到王丽的截图，横冲直撞，当时傻住了。白银装备，又是白装备，不仅有一把魔法武器，还有一条白银级别的项链。首饰类的装备可是所有部件中最难出的，白银级别的首饰价值不比黄金级别的装备便宜。装备虽然珍贵，可最让横冲直撞感到惊讶的是，还有一本雷系技能书。大家都知道，天启纪元这个游戏里法师分为冰系和火系，其他元素都是稀有的隐藏元素，什么风系、土系、木系之类，尤其是雷系绝对是所有元素中最为特殊且强大的。雷系法术不仅拥有超越火系法术的超强输出，还具备麻痹这一胜过冰系的控制特效。更重要的是，雷系都是瞬发法术，不用读条，法术释放快过风系，可以说是趋近于完美的强大元素。同样是地级技能，雷系法术的价值比起其他类别要远远高出数倍不止，获取难度更是难得出奇。天启纪元公测之前内测了半年，半年来游戏里的雷系法术只有三本，每一本都卖出了天价，可见雷系法术的价值。这都是什么运气啊，游戏开服才两天不到就搞到了一本雷系技能书。横冲直撞也开始怀疑王丽到底是不是系统的亲戚了，就算不是系统亲戚，也可能是游戏公司老板的私生子啥的。半分钟后，横冲直撞小心翼翼地发了个消息给王丽，握出现金。行嘛，游戏前期金币稀缺，一般人都不怎么喜欢现金交易，尤其是高手，因为高手大部分都是钱堆起来的，现实里也不差那仨瓜俩枣。行，王丽求之不得，房租还没交呢，他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民币。武器项链5万，技能书5万，横冲直撞心下一喜，直接报价万。王丽来来回回把横冲直撞的消息看了好几遍，终于确定后面的单位是万后，激动的手都抖了。10万块啊，换做以前，自己两年都赚不了10万块钱，现在不过是半晌的功夫，就赚了10万。王丽甚至都感觉自己是活在梦里。感谢泰坦，感谢哥布林，感谢天启纪元，王丽心怀感激。回到项链不卖，弯刀是魔法武器，王丽用不上，技能书是魔法师专用，王丽也学不了。这项链王丽还是能戴的，自己能用就没必要出手，毕竟这才是游戏前期，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多杀 boss。 如果现在就把能用的装备出手，岂不是杀鸡取卵？想长久做生意就不能胡来。不卖，你发我干啥？横冲直撞满头黑线，你问我报了啥？王丽理直气壮。我横冲直撞无语了一下，道，好吧，没有项链，弯刀只值1万5。1万5？为啥？王丽十分不解，虽然首饰暴率最低，也仅仅只是稀有，按照正常逻辑，武器类和衣甲类的装备才是价值最高的，没有项链，这武器只能算是青铜级别。横冲直撞道，我听横冲直撞这么一说，王丽看了一眼两件装备，的确，紫电狂雷的电镀属性是提升附法几率，而项链上的感电属性才是附法攻击，没有感电的附法攻击，附法几率提升到100%也没用，所以项链和弯刀一起卖，才能卖出最高价格。15000就15000吧，王丽道，这项链我自己还用呢，附法攻击可以额外附加魔法伤害，相当于附魔属性，可以说是相当实用。65000足够交房租了，没必要把项链卖给别人。好吧，横冲直撞有些失望道，来格林城拍卖行交易，拍卖行属于安全区，玩家私下交易都会找个安全的地方。这就到，关上对话栏，王丽直奔格林城。半个小时后，王丽来到了拍卖行，此时拍卖行门口站着一个贼眉鼠眼的战士，正缩在墙角东张西望。红尘一笑，见王丽走过来，横冲直撞诧异的问道，游戏里的攻手都是身材娇小敏捷，像王丽这般高大魁梧还背着一把巨弓的弓箭手着实少见，你就是横冲直撞？王丽也很意外，看横冲直撞的名字，王丽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很莽的战士，谁知道这家伙身为战士，形象比起刺客还要猥琐，很出乎意料啊。横冲直撞点点头道，看看货。王丽把技能书和弯刀展示了一下，卡号确认无误，横冲直撞又道，王丽把卡号发过去，很快就接到了汇款信息，您的银行账户收到转账65000元整，这么干脆吗？就不怕我直接下线？王丽忍不住道，对于你这样的高手来说，区区几万块钱不至于这么不要自尊吧。横冲直撞表情很是淡然，明显是把王丽当成顶级高玩了，区区几万块，王丽咬牙，
可恶的资本家，这就是阶级啊！自己还在为几百块钱房租为难，在某些人眼里，几万块都能用区区来形容了。丽珍想当场下线，给横冲直撞好好上一课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人心险恶。但王丽到底是个正直的人，为了脸面，王丽还装模作样道：“哈哈，你说的对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”说着把武器技能输递了过去。咦，不对啊！接过技能书和武器，横冲直撞脸色一变，怎么回事？王丽心下一惊，还以为出了什么错误。嘿嘿，我开个玩笑。横冲直撞尖嗖嗖道：“王丽，话说你一个战士，要魔法师的装备和技能干啥？”一来一去，二人算是熟了。王丽抛出了心里的疑惑，横冲直撞也没隐瞒，直接道：“我朋友要。”我王丽表示理解，除了自己，说完游戏还没几个朋友呢。走了走了，以后有好东西记得联系我，我们行会啥装备都缺。横冲直撞招呼一声，便出了拍卖行，而王丽则是拉开打开提示栏，看着转账信息，翻来覆去的欣赏，那没出息的样子，像极了第一次拿到稿费的作者。